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老虎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皇家轰炸机的一个魔王，对战方的话是一个石头岭。开局的话，双方都是这种高连的一个宝宝相互拍，对战方的一个孩子给人物起鬼眼，直接破碎掉观战方的一个隐身桶。对战方的一个狮驼伤害有点高，是吧？给观战方的一个压力确实很大，而且对战方场上又有锥子宝宝，这样的话观战方的一个压力确实很大啊。对战方直接一手破碎拿掉观战方孩子的一手蓝，观战方继续出啊。确实孩子清起来的话会非常困难，是吧？直接打掉你的一个蓝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观战方一手密传秒出去，是吧？伤害感觉不是，其实对于法系而言也行了，是吧？对战方飞机开过来，观战方的这手锥子速度是要比对面的一个锥子慢啊。观战方这手稍有鬼远，直接炸掉了对面的一个孩子5000，对战方赶紧给自己卡大金啊。观战方继续出，把场上的一个宝宝，是吧，局势给拉满。观战方再秒出去，对战方的一个压力非常大啊！每回合给对战方的一个群体的一个 AOE 伤害，对战方就承受不了。对战方的一个虚弥，这一回合感觉可以出手，看一看秒出来的一个伤害。这样的话对战方的一个灭伤，是吧，根本就是说恢复不过来。高攻宠拿掉对面的一个人物啊，对战方再起变身，这样的话这回合观战方还可以继续输出，再次一手大秒，直接是把对战方的一个163给打了出来。宝宝继续跟一手，不给对战方出手的一个机会啊。对战方点拉起自己护牌宝宝起法防，但是感觉对战方很困难了。其实打起这样来，对战方一手应接拿掉观战方的一手高攻，对战方在倒地，哎呦我的天哪！
队长方只剩下一个孩子啊。看一看这手孩子的话能够撑多久。这两方是直接大象把关大方给控制住啊。关大方直接一手丢这个灵宝啊。队长方的一个火苗是吧，每回合能够烫对面一定的一个血量，虽然烫的不多，但是是完成完全可以守这个163啊。再秒出去，哎呦，观战方真的是运气不好是吧，队长方真的是运气不好，喝水也塞牙，这个须弥秒过来是吧，绿了两个啊。这两方开始象形啊，想利用一个象形打一手翻盘，关大方就害怕关大方出这种高攻啊，你两个人物的话，两个单位输出你是有点守不太住啊。对战方无限大象啊，看一看对战方的这手须弥有没有出手的一个机会啊。观战方的话直接是勤俭，这手须弥先踩过来拿掉观战方的一个后排，这个须弥的话是被控制住啊。对战方必须每回合都得卡血，要不的话真扛不住，而且打到一个后期，这个宝宝的话也是消耗的比较多啊。你比如你想用个瞬击的话，你不一定能够有。须弥也是被拿掉啊，这样的话对战方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啊。一手七星三杰，最后完成清场。